看一下咱们这个早餐，河豚馍1块钱一个，臭豆腐1块，你看稀饭1块，还有免费的这个汤喝。把球走过来，你去欺负别人呐、啊！你之前被别人欺负，你现在欺负别人，那石榴去找球，就来看他能不能找得到。这家伙，去把球找来，球，收，把球。你看你身上玩的到处是草，这家伙，蛮猥琐。球呢？球，球在哪里？看他到底找不找得到？到底搜？去找去了。球收，球，看他找不找得到，已经超过2分钟了。找球，球，收，球在哪里？找到了，你看，把球找到了，好狗。真棒，走回去奖励你花，走走走，芒果走，好乖，三个宝宝好乖，好，走回去，回车里面去吃肉肉了，走嘞，走回车里面去，快点，对，真棒，好，上车吧，上去，对，真棒，乖。今天咱们又要去充电啊，给大家拍一拍这个汉中的这个城市吧。汉中的街道，你看这旁边全部停的这车，这边是比较偏的一个地方哦。今天阴天比较凉快。汉中这个城市，虽然说我是第一次来，但是我觉得我对他的印象挺好的，你看这楼房好新啊，都没有入住啊。这边的绿化做得非常好，今天有点忙啊，咱们在那边充不了电的，只能到这边来充电。今天是第一个，今天阴天啊，
看一下有没有药呢，有没有药店，最近有点不舒服，去买点药。这些大叔没事在这打牌，你看这边汉中的街道特别有亲切感啊。去那边买点药吧。汉中的话是不是和大家想的一样呢？哇，那个蝉叫好好听啊，看到没有，蝉小时候爬树上爬，小时候爬树上就为了抓这蝉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蝉在哪里。不叫了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这个就是蝉，可能叫就是它叫啊、哦。看到没有？这么大一个。看到了，你看飞走了。这里有一个卫生室，咱们来拿点药。医生，哦，有没有那个止咳糖浆啊？阿莫西林吧。嗯，小饮料。好，一共多少钱？28块钱。啊，谢谢啊。那么快吃完了，真厉害。今天煮了点这个鸡胸肉，给这个粥放在一起，几下吃完了。芒果也不错，你看，全部舔干净。真的很棒，加鸡胸肉，把米饭煎得干干净净。你看芒果，芒果，你快回来，快点。想回来，你看那狗子，你看到那只狗子就不回来了。来，过来，来喝点水，碗都给你们洗了，快点，来，喝点水。